那个有点激动啊，别第一激动。次连麦我告诉你，很多人连麦第一回都激动。我教你们一招啊，下面连麦如果未来会激动的，感谢伟的跑车。下面如果连麦会激动的，所有人啊，说我想说，但我连麦会激动的，记住了啊，看好了，照着我这个做。林哥被向你先左附摁体一会了。儿，你先摁一会儿。完了，一上麦一上来，大飞熊说："来，下一位有啥话说，眼睛睁开，来开始说，马上就好，一点不激动，来好，啊，英哥，我先整个活吧，我说一下那个大漂亮比咱们这边做的好的地方。你说吧，啊。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视频，讲的是那个，那边有一个黑人学生，然后在上课的时候，他们那边说，据说是上课会先有一个那个爱国的宣誓，这个是真的吗？不是每个学校都有，确实有，确啊，实有就的学是校有，啊，就是因为一个黑人小朋友拒绝起立，然后拒绝这个宣誓，然后就被开除了。然后这种现象还不是个例。这比我们做的好，然后这个他这个就是不是他这个做这一点做得好，是他这个爱国教育，我觉得做得比咱们哥们儿，你先有孩子吗？上过学吗？有孩子在上学的吗？我没有，我女儿今年2岁。我那我建议你咱们先这了解一边下，现在小学爱国主义教育里面是挺那啥的，做的挺好的。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我咱们你别我不是不不，91年出生你别的。国内不清楚，你说国外做的好，明白？国内爱国主义教育做的挺好的，小孩儿。我是现在做的什么样，我不太了解，因为我是91年出生的。咱们小时候，咱们在我跟您应该就年我龄们小差时不候做的多。也不烂呢，你看他们打的，小的时候咱每周一不升旗吗？不升国旗吗？对啊，是，对不咱们就是每周一有升旗，然后有组织看看一些电影之类的，然后再就是平时结合到那个语文课文或者是政治和历史两个学科里面的一些教育。但对？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种教育，互动性没有。就比如说美国的，就像宣誓这个行为，我觉得是一个互动性比较强的一个教哥育们方儿，式，咱那升就国旗、是。唱国歌可不比人家差，好吧？比人家勤多了。他们那入对，学时那候才当有然了。的，我看的那个说是每天上课之前都有一次，你快拉倒吧！我比咱们比那强。你要论爱国主义教育，哥们儿，咱们上学的时候学这些，这个历史也好，还是说这个近代的这些英雄，包括你这个走廊上贴的这些，你搁美国教啥？对，教南北战争，教独立宣言，教割印第安人头皮？你论爱国主义教育，你咱们肯定比人家强啊！你小学没有少先队那部可队能。吗？共青团入有团，你啊，这当都然有有啊！了。第一波没入去，我用没过入这事儿，圈，我哭没一混礼大队拜。我服。说白了，到最后，我给我妈线裤绞了，自己做红领巾，用这我还挨顿揍。好的，老外这个没是我想有说的第一个。云哥，后面还有两个项目呢。啊？你第二个啥项目啊？第二个项目就是老生常谈了，这个话题可能有点过时了。我是做建筑的。建筑设计，然后之前不是一直炒过那个公摊这个事儿吗？然后，您也是做过建筑行业的，您应该知道那个建筑面积和套内建筑面积，还有那个交通河这些，你应该都知道吧？我知道啊。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因为我是做这个的，我比较了解这些计算过程。我觉得目前来说，我们执行的这个建筑面积的计算方式和这个公摊面积。我认为应该是最合理的一种方法了。那你等着我说美国的更合理呢？那当然不是了，不是，那你说这干啥呀？你我怎么感觉你都 就是，有点好像搁这钓鱼执法似的？我说白了，没，就是因为之前也没有机会来说这个事儿嘛，然后就是好不容易跟您连一次麦，然后我觉得，表达一下自己看法，然后。行，你你要是没有什么说的，那我就下一项了，第三个最后一个活了。你就别整了，别整了，我不听了。啊，我不对，听有。你没有 credit 了，你 credit 用完了，你 credit 用完了。我当时我跟你讲，我记贼清楚。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不是刚上小学就在树群小学，搁长春啊，我不是刚上学就搁树群小学的，我刚上学搁西五马路小学，我奶家近嘛。
我一年级的上半学期是个西五马路小学上的，当时一年级发少先队员的红领巾，我们在阶梯教室坐着，我们是仨人挤俩座，因为新生多，阶梯教室坐不下那么多，仨人挤俩座，我们这仨人，老师拿过来一条红领巾，我感觉指定是我的，我都站起来接了，老师看我一眼，挂中间那小脖上了。我小时候我按我妈说过，就啥呢，就动不动就淌马尿，就啥呢，一说我但凡觉得冤枉点，我说当时给我难受完了，回家哭一礼拜，知道吧？我当时我站起来一会儿，话没说第二，当时就破防了，知道吧？没给我，我记贼清楚。我当时搁因为这个哭了啊，哭完了以后，老师给我第二波给我的红领巾，还给了我个啥呢？给我个小组长，当时不贴那个标吗？就是三道杠。啊，一道杠是班长嘛，给我贴三道杠小组长。我换了树新小学以后，我就拥护带着这个三道杠，我就不肯摘下来。树新小学的杠是啥呢？是对号型的，你知道吧？完了，西五马路小学是横杠型的。我拥护带那三道杠不肯摘，老师说你摘下来吧，我觉得很光荣，我不摘。啊，完了那个大队长嘛，三道杠，我不对，我是小组长，我忘了一道杠啊，那就是一道杠。我带着，老师让我摘下来，我不摘下来，跟我说完，我说啥不肯摘，不肯摘，拥护这还被同学网暴了，妈感谢不败的后来，不是被同学网暴，被同学集体攻击了。为啥我跟李大公小时候你总听明，我跟李大公成为李大公那时候保护的我，说这是我哥们儿，谁也不想说他，他挺娘们的。对，我西五马路，对，西五马路小学，你想把我86年应该是哪年入学？93年呗，西五马路小学，嗯，